好，另外来看的是第三届的南天禅艺术雕塑展即将要登场了。日前，国际佛光会的雪梨协会成员集体创作，以环保的材料来制作出可爱的雕塑，发扬艺术，弘扬佛法，同时也为来山的游客带来欢喜。一刀一刀手工裁切，白色 PP 板化身各种形状备用。第三届南天禅艺术雕塑展即将登场。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各分会发挥集体创作精神，以环保回收材料制作可爱雕塑。亲自下来指导，南天大学美术馆有机法师欢喜协助佛光人投入创作，包括北一分会的玉兔雕塑、光明分会新版石牛图，以及西二分会的创意财神爷，透过艺术弘扬佛法。那我们只是有十只牛。来自于石牛图，佛教里面的石牛图，但是我们是新版的，所展示的有大师的三好四给五和，环保爱地球，信仰与传承，这些种种的佛法寓意在里头。我们把环保的东西把它做成美化的财神爷，我们这次用的材料是环保的大的瓶子，我们由三个瓶子把它组成一个大的财神爷。集体创作手作彩绘，新版石牛图以回收材料制作十只雕塑牛，传递信仰以及环保观念。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感谢佛光人发心服务，为来山游客带来欢喜，促进人间佛教与大众结缘，建立良善社区风气。希望大家今年多多来我们看看我们南天寺信永茂的财神爷。因为是澳洲雪梨综合报道。